今天来测这个便当，它里面的蔬菜量有多少？好，首先，好，先归零，再来把蔬菜看过去的话，它才有一二三四四种，没有错啊，但是蔬菜类，也就是比较注重膳食纤维这一类的呢，我们把它挑出来。好，包括这些是青菜。好，还有这个应该是不忘，这个应该是不忘。好，然后像有些种子的地方，我们也把它挑出来。好，这个冬粉里面是有一些植物的，没有错，但是大概没有办法挑那么仔细。还有另外一个，这个是酸菜。好，我就尽量看能挑多少算多少，把酸菜挑进来。好，再挑一点点看看。好 ，OK， 这边是98克的蔬菜，